深圳是一座产生梦想、相信梦想、成就梦想的地方。一往无前的改革的精神，敢闯敢试的中国共产党人，杀出了一条血路。遵义会的精神，它的核心，那就是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愿意去改革，愿意去创新，是有希望的。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第二，关于政策稳定性问题，刚才杨律师讲的非常好。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写的2023？就是虽然政策很多，就是可能是不是针对性还是不太强。还不出来，这么半年过去了，就意味着我们这半年无政策可用。钱在天上飞，那个汗在脚下流，就是这样，就是怎么能落地？我叫冯向阳，1967年出生，今年53岁半。1986年入党，入党35年。严格讲呢，我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幸运儿。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方法也需要创新。2012年，我来筹建我们福田区域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我们讲，我们是党委政府啊，服务企业的专责专业工作人员。Shenzhen, a global center for innovation.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China's city of the future. 2 million private businesses here are integral to what makes the metropolis flourish. But surging property prices are posing difficulties for private firms in attracting young talents. 很多年轻人从外地啊，包括我本人其实都是家都在外地的，就是来到深圳工作。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来深圳有半年了，对工作房需求高的呢，恰恰是都是年轻的刚毕业的或者这种员工，目前能够满足要求就1/10左右。人才住房的问题呢，现在在深圳来讲，尤其一些企业啊，尤其年轻人，确实这方面呢有点焦虑。第一个政府建议，第二个呢，我们还希望呢就从货币化补贴，因为深圳政府、深圳整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包括解决住房问题呢，我们希望更多的还是走市场化的道路。我说我们都要懂企业是很难的，我们每年我们强制性要上走访最少5000家企业，各行各业都要去到市场化的道路。Feng Xiangyang is a middle ranking party official in Futian, a core downtown district in the heart of Shenzhen. From seeking out public rental housing to finding schools for workers' children,Feng's job is to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fficulties companies face and then solve them in tandem with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在企业面前，既代表党委，也代表政府，所以我们收集到企业的意见，也直接能够转化为政府和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成立像我们这种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在全中国是第一个。改革确实很难，知道吧？尤其因为所有的改革，它一定是对。现有的运营模式、权利、利益进行调整的诊断系统，这个呢，我们就好，现在就说有发现有问题，及时就报警了。我们就请相关领导啊，到企业去搞调研，现场办公。那么这样一去到那个企业，把问题一摊出来，到底是谁的责任、谁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某些部门因为部门利益的原因不去改革、不去办？很快就都知道了。I opened a Western cuisine restaurant. It's a practical city. Very, very practical. But in the eyes of many entrepreneurs, an ideal government is one which creates an environment for small businesses to grow and thrive. 我吧，其实那时候回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在深圳工作。
因为我做的是金融，嗯，然后先去了北京，再去了上海，嗯，然后在深圳创业，决定做餐饮。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要求的，你也不能，你也管不了我的租金，对不对？你也管不了肉价，你啥也管不了，你只要别打扰我就可以。但这一点是我最喜欢深圳的地方。你说哪点？就是深圳没人打扰我，可以老老实实做我的生意，没人管我。嗯，就是我的食品安全如果达标，嗯，我的工商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我都按照规则去做，嗯，不会有额外的麻烦，没有人收保护费，没有人在桌子底下要钱，这些东西。但是在深圳，我防着这个时间，我也准备好了钱，嗯，没给出去。I wanted to be a brand of Shenzhen. I wanted to become so obvious that when people see us, when they see how we work, they will know that this is the way that things are done in Shenzhen. 深圳是一座产生梦想、相信梦想、成就梦想的地方。深圳被中央定位为先行示范区，在上更高一个层次。进发的时候，过去成功的方法未必能够使未来还成功。红岭路那里还有一个小平画像，只要每年到小平诞辰或者是小平逝世纪念日，都很多人在那献花。其实都这是深圳人啊，这都用淳朴的感情寄托，就是因为有了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深圳的今天。我觉得小平同志最了不起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一个大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根本出发，思想想法一心神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往上往。In 1976, China ended the disastrous Cultural Revolution. As Deng Xiaoping returned to power, he found China was lagging far behind. By then, the world's first mobile phone network was born and 70% of US households had a TV set. In 1978, Deng traveled on the Shinkansen trains during a trip to Japan.Impressed by the outside world, Deng vowed to bring China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He encouraged and guided a major debate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practice wa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That was the moment when China entered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 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意。很穷，我们就要搞一点衣服出来卖了，大家都要穿得漂漂亮亮，整个穿上世界嘛。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的那种实况，注意看，9:44:45，这个时候呢，作为深交所第一笔成交的股票深安达成交了，这个就表示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了。有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解决了这个资金的问题，第二呢，
因为有这么多的资金支撑，深圳才能发展那么多的高新科技企业。我叫刘国刚，1944年2月生于陕西安康。1981年，我带着人家把我卖掉的一台收录机和一台电视机，总共得到的600元钱带上，就这样来到了深圳。Arriving with only 600 yuan to his name, Yu Guogang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that he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one of the principal founders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1990年的5月啊，我们筹备啊，基本完毕，就到这个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啊去报批深交所开市。他说：“老于啊，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不行的，啊，这个我不能批的。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懂这个政治。你看这个股份制啊，证券市场从中央到地方争论不休，就没个定论，到底信资还是信社。Meanwhile, China's northern neighbor, the first and largest socialist country, the Soviet Union,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In China, skepticism, fear, and doubt were also being cast on the nature of the country's reforms. 社会主义是讲的是制度，社会制度。市场经济讲的是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这条路是行得通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但在当时不行啊。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来深圳时候讲了允许看，但要坚决的是中国的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不搞开放，改开放发展经济，真主不得改善人生活，这个我的任何一条路都是死的。麻烦起来了，麻烦打起来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时候了。Deng's visit to southern China signaled the party's determination to reform. But prior to that, the party chief of Shenzhen had taken a long shot in trying to open the stock exchange. 到1990年的11月22号，一进这个会议室的大门，还没坐在沙发上，李浩书记就说了：“今天我们是来排版的，先给我们表演一下。”看看再说。所以我这手一拍呀，我这黄马甲就出来了。哎，各位领导，你们看啊，这是卖出，这是买入。所以李浩这时候就说了：“你看，一切都搞定了，干嘛不开呀？”就李浩书记排版，批准不批准，我们政府负责。1990年12月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就试营业。先行先试，率先开起来。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只有解放的思想。当年如果没有一往无前的改革的精神，如果没有放眼世界的胸怀，谁也不敢在深圳按国际惯例建立新中国第一家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31年的资本市场的实践证明，敢闯敢试的中国共产党人杀出了一条血路。长征对咱们遵义来说是一笔历史的厚赐。
我的三伯在长征的时候是平民医院的医生，我舅舅他是地下党的。我叫曾祥显，贵州遵义人。长征经过遵义以后两年我出生了，是1937年的，今年84岁。而且我老母亲是亲自见过朱德和毛泽东的。84-year-old Zeng has spent half of his life studying a particular period of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the Long March. It wa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military expedi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He brought us here, to this place, where 86 years ago a special conference was held that would forever chang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遵义会议它是什么呢？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性的会议。我们的中央红军86000多人总算冲出了蒋介石的阻拦，但是我们遭受惨重的牺牲只有30000多人，因为当时的军事会是李德吧。 3 years before the conference, Otto Braun, a fresh military academy graduate, came to China.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scow-base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Brown soon became the CPC's chief military advisor. 遵义会以前，我们的党是一个幼年的党，啊，就是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帮助和扶持下，啊，包括也受到了他们的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啊，他们就不照搬苏联的经验，而中国的实际不适合。Under Otto Braun's command, the Red Army abandoned Mao's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It started directly attacking the far larger and better equipped Kuomintang army. After suffering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military losses, the communist troops were forced to embark on a journey of survival. The long march was about to begin. 想起来我都想哭的，吴金龙呀，吴金龙呀。跑出了一点，但是由于左倾的路线呢，使我们打起仗来，这个牺牲很大。你在前面走，敌人那个子弹打到这，我在身边呢，有个地形呢可以利用，你只要弯一弯腰呢，就可以减少牺牲。但是不懂得。In January 1935, after losing more than half of its soldiers, the CPC convened here in Zunyi. 他是讲红军来了以后呢，红军的总部住在这儿，因此遵义会议在总部召开了。The main agenda was to examine the party's failures and to decide its future path. 毛泽东发言了，他就说，第五次反围剿。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呢没有诱敌深入，而是呢正面对敌。敌人占领了我们苏区的一些地方以后，我们呢啊没有政治分析，而是什么呢去硬性的进攻，这叫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大转移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是一种逃跑鬼的错误。The three-day Zunyi conference was the catalyst for an even bigger change.It recognized Mao Zedong'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14 years la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uld be founded. We are going to change. We are going to go. We are going to go.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Here at Arnsteel, China's first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the original passion and inspiration are retained.85-year-old Xu Shulin was born in northeast China when the region wa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He served as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Ansteel in the 1980s. 我56年8月到安岗的时候，那一年是安岗最忙，但是也是最辉煌的一年。 Rapid and massive industrialization was raised to the top of the country's agenda. China began to absorb everything it could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cluding technology, equipment, industry experts,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 因为当时我们建国之初，这个好长一段时间是向苏联一边倒，就什么都学苏联的。但是主席很早就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不要迷信苏联。The workers also began to realize that some of the Soviet Union's development blueprints were not that suitable. The workers at Ansteel drew up a record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experiences. The reform broke down the rigid boundaries between workers and management and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party leadership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 this is what you solved. This company, who is the leader? The company is based on who? The company is based on what? Their reform measures, commended by Chairman Mao in 1960, became known as the Ansteel Constitution. Notwithstanding its turbulent history, by the time the 1980s arrived, the party was aiming to solve a question that no other socialist nation had ever faced. Could socialism coexist with a booming private sector? Today, 76-year-old Zong Qingho owns Wahaha, the largest beverage company in China. But when his small business tried to acquire a state-owned factory in 1991, the last thing he expected was that it would spark a nationwide political debate. 员工们感觉到自己小小的小办公在收购国营大上，面子上过不去。当时供应单位在人民心中是很吃香的，他这个小办工厂在是我们每个人的情面感觉上是接受不了的，说不了不同意，百分之一百不同意。 当时兼兵的时候，我只是接到通知的，准备把东西我赶出去的。因为极有可能拿去，他们准备了斯卡特的人准备救东西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把人先救出来。对国有企业的一些厂长经理啊，思想的冲击不很大。什么议论呢？叫哎呀，这个是被修正主义了，合并演变。The news of Zong's controversial acquisition quickly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e tense climate, many private businesses were forced to close down. But soon, Zong's fears were dispelled. We must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By 2019, China's private sector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60% of the nation's GDP growth and generated over half of its fiscal revenue. 80% of urban workers worked for private firms.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The world's largest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the longest sea-crossing bridge, and China's first domestically built aircraft carrier. All of thes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domestic steel. 我叫张福多，今年48岁，是鞍钢的现场的一名技术工人。我唯一自豪的就是什么？当时那个我儿子在看那个电视的，就是看那个港珠澳大桥。这个伟大的工程港珠澳大桥，就有鞍钢爸爸的贡献。我他的某一块钢，就是在爸爸手中生产出来的。所以我们鞍钢，在这不现在已经一步一步成为国之重器。Back in the 1990s, An Steel, once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 in China, in the face of domestic and global competition, found itself struggling to survive, just like many of its counterparts. 我们是注重于老想少花钱，多办事儿。人家二手设备，人家二手设备实际上永远跟着别人，人家后屁股跑。再关于这个人才问题啊，和分配问题，后来始终不涨工资嘛，多年不涨工资。不光是我们鞍钢吧，可能国企都存在这种干部和工人的界限是不能打破的，就是往往是干部就是干部系列，工人就是工人系列，最多走技能系列。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reforms has revived this state-owned enterprise. A new version of the An Steel Constitution is now being put into practice by the company. 我叫胡凤雅，今年31岁，是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焊接与腐蚀研究所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员。其实我当时报焊接专业的时候，是因为我2008年的时候，当时鸟巢，我第一次看到鸟巢的结构的时候，所以我从那一刻然后感觉到了焊接的魅力，所以我想去了解这个，想去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An Steel's latest reform is characterized by 3 system reform measures: stricter cadre supervision, a more flexible employee management scheme, and a dynamic and performance-linked salary mechanism. 我觉得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去做的一件事情。它需要推翻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但这些不合理的东西的背后，其实包含了更多它需要去突破的一个点。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基层的工人有机会参与管理了。我虽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是我是鞍钢的领军人物，我是鞍钢的工匠，我是辽宁的工匠，我享受的待遇并不比我们的普通的领导干部低，我现在待遇都可以享到正处级待遇。愿意去改革、愿意去创新的一个企业，它是有希望的，就是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是过上体面的生活。China's turbocharged economic grow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老百姓能够闻见的这个工业排出来的瓷皮的这个味道。不希望我们的小孩以后想看河豚鱼，仅仅在课本上看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之的发展是不会长久。When China's new top leadership came to power in 2012, they decided a new path must be drawn.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
您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我们像平时的话，我们一天接待啊，可能有一两百人，旺季的时候一天会接待四五百人。我叫潘春林，我今年50岁，因为我当时学校毕业啊，其实我是一个矿工，也是一个拖拉机手。后来随着矿山的关停呢，我现在从事于农家乐的经营和管理。去年我们春节底收入达到720几万，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达到56000多。去年我们渔村接待的游客量多少呢？达到90多万。U Village today is well known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Back in the 1980s, though, its wealth was derived from quarrying and producing aggregate. 当时这条路啊，只有现在的一半这么大。整个路旁边呢，一点坑坑洼洼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在矿山上面的时候，早上啊3-4点钟就进入了矿山，整个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所以说我们呼吸起的空气啊都是水泥的粉尘。再一个呢，河流里面啊流着白茸茸的石灰水，或者是我们的矿山上流下来的泥浆。就是人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人这个的鼻子啊胸襟美艳艳的，很呛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最大的一次探访，探下的石块全部滚到这里。那个时候整个石块下来以后啊，大的时候比房子还大，就是100吨的。After 6 lives were lost in accidents, the village took the decision to shut down the mines and factories. 有好多的老百姓呢，也到村里去吵的也有，闹的也有。要我们老百姓去喝西北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都定不下来，我们到底走什么路。In 2003, Xi Jinping became the party chief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proposed a green Zhejiang strategy. He paid a visit to the village and personally supported their bold moves of change. 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经济增长它不是发展。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一些这个矿山啊。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In 2013, Xi Jinping elevated the concept of green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national importance.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Since then, China has launched an unprecedented, systematic, and massive campaign to shut down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repair the damaged environment as part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to promot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ethic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The list goes on with many challenges ahead. The scary part is that there's a lot of. It'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worst air pollution. China has more than doubled construction of new wind and solar plants over the past year. It's the biggest climate commitment ever made by any nation.In 2020, President Xi announced that China would aim f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o peak before 2030 and for carbon neutrality to be achieved by 2060.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o fundamentally reverse the reliance on fossil fuel. In 2019, China consumed 2.8 billion tons of standard coal. Over 70% was burned to generate electricity.But now, near the sea in sou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a group of engineers are working to turn the tide.
叫杜胜磊，是一个八零后，目前主要从事海上风电的工程和研发相关的工作。我叫赵胜华，今年38岁，从事风电行业13年。1、2、3、4，1、2、3、4。我�叫李楚珍，今年33岁，在中广和南鹏岛珍珠湾海上风电场，从事一个执掌工作。海上风电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一个建在豆腐上的超级工程，施工难度非常大，而且施工的周期也非常长。就是整个像国内的革命发展一样，就是苦难辉煌，确实这个过程的。我从事风电有9年，我当然是有感情，没感情也不会从事这个行业。这个73的风机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就是这样要把它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的照顾好。大自然的风能通过风机的采集，然后转化成我们可以利用的电能，输送到千家万户。It took a year to build this wind farm of 73 turbines.海上风电从40公里外的海上风电场，经过海底电缆送到开关站，这是海上风电场与我们电网之间的一个关键的枢纽。The power this record-breaking wind farm produces can save over 300,000 tons of standard coal every year. But for the power grid companies, this new energy used to be a nuisance. 但是它对电网的调节，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还没有那么深入，那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它们建成之后的电能不能送得出来，能不能及时的全额的送出来的问题。电力系统是有惯性的，这是由我们传统的火电机组来主要提供。清洁能源呢跟火电是不一样的，它的间歇性波动性都会非常大。大规模归入这个系统之后呢，对系统的这个安全稳定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的。Another big challenge comes from China's sheer landmass and geography. The country's inland wind farms, hydropower plants, and geothermal power plants are in the west.While most of the power and energy demand comes from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Here at the Guangdong Power Grid's dispatch center, engineers are coordinating all kinds of clean energy from across the nation, including as far as 4,000 kilometers away i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对广东来讲呢，有1/3的这个电力是来自于西电农所。站在当时确实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当时我们西电农送只是送到1000万，我们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那么现在实际输送的这个容量已经超过4000万，离不开解放思想啊，离不开我们脚踏实地的把这个事儿给干成。By the year 2030, wind and solar energy will provide over 1.2 billion kilowatts of power to the maximum,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untry's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in 2020. In early 2021, the CPC's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mmittee has declared that new energy will be the primary source of China's future power supply. 那么面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我们就要突破我们思想上的这个依赖，走出我们日常的这个所谓舒适区，找到新能源的这个优势。Market forces are also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push for a greener economy. 这些年呢，我们的产品完全转型为以电代油的动力电池。风和电在它不稳定的时候，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把它稳定的储存和稳定的输出，保证电压的这个安全，它使它呢就是不污染电网，需要我们给它平滑
啊平稳啊它的这种电网。不解放思想就没有出路。当年如果没有这个一往无前的改革的精神，谁也不敢闯进证券交易这个危险的禁区。突破我们思想上的依赖，走出我们日常的舒适区。解放思想是教给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维去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尊严议会的精神，它的核心那就是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所有的成都是靠创新而来的，因循守旧没有未来。思想有多解放，未来的路就能走多远。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一艘小小航船划破黑暗，从雾霭沉沉到红日高压，我是熊熊火焰照亮前路，是万千青年燃烧的信念，我是钢铁意志征服困难，从泥鳅蜜饯到盖地还天，一棵百年大树扎根泥土，它枝繁叶茂，它青春不老。我是坚实臂膀，把你托起，在殿堂之上，在天更两旁，你想问我是谁，我就是你，我在你心上，你在我心间。青丝换绿叶无边，悠悠青山之上，不破全胜绝不收兵，匆忙用花样年华换万种欢颜。我是坚一个现代再不时代，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在殿堂之上，在天更两旁。你想问我是谁，我就是你，我在你心上，你在我心间。人民最美好生活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殿堂之上，在天更两旁。你想问我是愿者如何，我就是你，我在你心上，你在我心间，我在你心上，你在我心间。